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深。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非常好用、非常方便携带的卸妆好物花西子卸妆湿巾，它居然又升级啦！它叫做水油卸妆湿巾。那么我先来做一个卸妆挑战吧，看看升级之后它究竟有哪些不一样呢？花西子水油卸妆湿巾是创新了面部和眼唇卸的组合卸妆湿巾，是独立包装的水晶和油晶一加一两种不同膜布，专业分区卸妆的同时，还可以呵护好你的肌肤哦。当当，我现在我的手臂上现在画的花里胡哨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卸妆能力如何吧。我现在用带色的这个油晶，然后来卸非常难卸的眼唇这一部分，先轻敷几秒。轻轻一擦就卸除的干干净净了。它是采用了天然的纤维膜布，搭配了3:7山茶籽油和卸妆水的黄金配比，可以温和的卸除掉眼唇彩妆，还不会让敏感皮肤变红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不会糊眼睛哦。那粉色这片呢，就是面部使用的水晶。哇，好大一片，我现在都已经开始怀疑是我的脸小吗？我的脸很小哎，感觉可以完全盖住我的脸。然后下面要卸的就是粉底液和腮红的产品，有点大，轻敷几秒，然后往上一擦，呜，当当，我宣布卸妆挑战成功。